这几天夏金龙又搞了这么多龙虾，只不过这冬天肉太少了，我们把那个同事搞到的小鱼给油炸了。待会儿吃这个，同时还有这个虾也要油炸，这个炸出来是很香的，撒点盐。再做一个炒饭，打油。这些巧克都好吃，要买，你睡觉。